之成龙确认马伊琍怀二胎。当天在活动现场，除了秦海璐和王新军，还有一对男女也颇受关注，那就是成龙与张灵芝夫妇。这对刚升级当父母的小夫妻也是全程十指紧扣，恩爱程度破表。已经拥有一个儿子的成龙更大方表示，自己还将努力造人。说实话，我想要个女儿，再要个女儿。如果那个有的话，对，他特别想要个女儿。我特别期待下一个是女儿。看来，身为独生子女的成龙、张灵芝夫妇要生二胎是肯定的。而此前马伊琍也被爆出已怀二胎，但由于当事人文章一直拒绝回应此话题，因此消息的真实性一直无法探知。当天作为两人好朋友的成龙，在记者旁敲侧击的追问中，终于令这个传言有了肯定的答案。他是我快20年的朋友，对呀、啊，所以这是喜讯嘛，是好消息嘛，对啊，作为好朋友一定会第一时间送上去。一定要，而且其实我觉得因为高龄产妇，我觉得对现在第二次生产会很累很辛苦，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他的好朋友，一定要给予很大的支持才可以。小编点评：马伊琍是要怪你还是谢你呢？